成飞四季度整机交付任务艰巨，同时成立五个接装团队。12月10日，成飞集团公众号成飞融媒发布文章《交付战场战鹰轰鸣》，称四季度公司整机交付任务艰巨。在交付工作中，交付中心迅速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提高认知，针对多支接装用户，多架带接装飞机，权限评估资源，倒排计划，同时成立五个一对一接装团队，首次在接装现场推行班前会模式，确保日计划的高效实施。成飞称，进入四季度以来，面对严峻的科研生产形势和交付目标，公司是非交付战线上的干部职工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强烈的紧迫感，持续聚焦年度是非先锋交付任务目标，秉承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作风，严守是非安全底线，抓住一切可飞天气，各项是非任务顺利进行。成飞透露，四季度公司已相继完成多个重点是非任务，相关交付指标再创新高，2021年收官在即。伴随着公司总经理一号令的下发，成飞上下吹响了冲刺的号角，奋力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打赢年度收官之战。